瑞微的复合色网点的测量，我们可以选择 DOT 工具测量印刷品复合色的网点百分比，比如说红色，我们把红色圈下来，我们选择三个网点，点击 OK 就得出红色网点百分比和 LPI 线数。然后呢，同样呢，我们还可以再去圈选黄色部分，点击 OK，黄色部分网点百分比，蓝色部分也是一样的，圈选三个，最少圈选三个。然后点击 OK，这种网点百分比，分色的网点百分比的测量，有助于印刷的锥样，来鉴定网点的百分比啊、构成啊这些的。